这是咱今浅草寺的雷门。为什么叫雷门？因为你若行入的时阵，左边是风神像，这边是雷神像，正式名称是风雷神门。中央这条叫做乌木地善道表生道，是要入去内底朝拜神明的路。啊，即马惠州阿刷变作是商店街。你若是爱食日本人的刺绣啊，安尼一座路顶大概拢有啦。那是伫只碰到穿和服的，迄大部分唔是日本人，拢是外国人较侪。这是有名的人肉焼き人形烧。内底有红豆啊，甲无红豆啊两种，造型主要是模仿七福神，甲着浅草雷门。因为这物件是伫日本桥的人形顶开始的，所以叫做人形饼。可能这种人肉焼き有真侪人爱吃哦，而且开了几啊间。啊，这就是浅草寺甲五重塔咯。神社寺浅草寺，佫叫做是金龙山浅草寺。我办有一只大金龙，名有神鹿咧飞天。要向神祈祷，爱先奉献，这敢袂有确信呢？五重塔起了真水，啊含远远的 sky tree 一个一金，两个拢真好。注意，简单讲就是你来参观过的证明。这条九州的桥。历史真久了，好，安尼参访过啊，阿要来退卡喽。